可以动吗？还没。然后我就讲嘛，还没。用仔哥最了解我了。五秒了。他如果办婚礼，我就跟他分手。那你要做我的新娘吗？那你要亲我一个吗？啊，到了。到了。还是没办法。我们这一档已经几场婚礼了。目前只参加这一场。哦，你经验比较丰富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经验比较丰富，要问宰哥，他不知道你已经结过几次婚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。主你这一场。哇，男主角，精神很好。新郎，新郎，新郎，新郎。耶！这感觉真的撒花。撒花。你这是不是真的很想掉出去？因为他现在就面带微笑，但是心里很。我们在等宰哥，对不对？在刷牙，刷牙。人家结婚，他为什么要刷牙？因为他等下偷亲。他等下有要亲。他已经不错了。刚才有人在那边拍朋友说：“周哥，周哥去哪里？周哥在棒赛。”我想说，金鱼怎么还在外面？稳定，好，准备。秀蛋子，秀蛋子。真的怕的棒棒，好不好？我有给你有机会，要逞强。腰背给废，新娘，没有腰，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新娘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裤装的那个婚纱，但后来觉得真的有点太 man 了，我怕帅过，我怕正富哥会觉得抢了他的风采。好了，拨开你们。我看他没反应。不行啊！我可以动吗？还没。我还多两个。我想说，这五年来我们都睡同一张床了。新娘新娘怎么回事？重逢喜悦吧。我可以不要来吗？然后我就讲嘛。还没。还在紧张。不行啊！这里多好挤，多好挤。同时，你过来这里。跟三小在一起变四小，好不好？够够够够！你不要以为这样就不是骂脏话哦。罗家峰，我艾琳，对，报。头在哪里？头在哪里？头在哪里？随便你。好，你在问哪一个？这边还是这边。啊，你俩头被坑到位。进来啦，过来啦。等等，出镜。等一下。好翻白眼妹，男左右，然后在这边对不对？在这边，经验丰富啊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娶我？没有，你在正富哥面前没有娶过我。我不是不需要，是没有婚礼啊，对啊。现在有了，继续来。弟弟应应该弟弟，弟弟应应该弟弟。弟弟应该有会报应。弟弟应该会报应。哦，你走，你先走。弟弟应该会报应，或者是弟弟会报应。来来，来来，这个金鱼三小仙女最后。棒棒棒棒。哥哥是最后。棒。哦，哎，那加油加油！要吗？要喊吗？千万不要喊。千万没有喊够，大概围成一个圆圆。可以，但是手要起来，加油加油！我以为是仙路十六场，好开心哦！怎么这么开心哦？我也不知道。是因为要跟那个禁欲终于有一个圆满的小婚礼，所以觉得很开心吗？因为要解欲啦。一开始是那种担忧，不晓得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然后彼此给的力量又充满了希望，就整个表情是就是一直在上上下下，像那股市行情表，没有？来了啊 ，roller coaster， 云霄飞车。我怎么突然绕一句英文什么意思 ？roller coaster。跟你们讲个小秘密，其实我们练台语都是用英文音标来练的。真的吗？像刚才不是 country boy country boy 吗？对啊， country 是什么？ country 就是 country 啊。哦，嗯，原来是因为这原因。啊，对啊，我们都这样练的。那你现在？现在我们。抱歉抱歉，对不起，我。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你们不是应该恩爱吗？下戏了，下戏了。恩爱之余，就是要每天打打闹闹才会快乐嘛。哦，欢喜冤家，欢喜冤家。很少有男生有勇气驾驭我。哦，因为姐有个气场。哎，好袜子回来了。
所以我现在是可以开放吗？可以啊，要长得帅，养得起我，好，要支持我，做动保这件事情，对对对，这很重要。然后还有支持婚姻平权，不要嫌弃我长得不漂亮。你哪有不漂亮？你明明就很漂亮。漂亮，我是帅。Oh, OK OK。哎，你们舅舅一开始你放那个加风机啊，弄一下头发，然后我就没事了，然后就在旁边当伴娘。没错没错。然后我就转头跟艺琳说，以后我不要结婚。等一下，你没问过他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之后我们可以结婚，我们不要办婚礼。对对对。你看你们怎么可能不办婚礼？不可能。不要办婚礼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们两个这样就很好，我们可以出国度假，度蜜月。对对对对。没有为观众着想吗？哎，出国度假只为了自己。我们等到最后大结局的时候，在那个头上的婚礼登记就好，登记就好，登记就好。You know, you know。你们这太真了。看男生擦护唇膏一样。要性感一点擦。我刚赫然发现，今天云溪穿的衣服跟燕泽比较搭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表哥表妹啊。对啊。然后刚刚正富哥说，为什么你穿？为什么你穿孕妇装？他现在还不能说啊。他跟正富哥是配的，还没三个月。没有，燕泽跟云溪的比较搭。颜色是。那只好先这样子。好，抱歉抱歉。为什么正富哥一进来的时候有感受到那个紧张？大家开拍前，开拍前有点紧张，大家都不想当 NG 的那一个。不要仔哥再了解我了。那都秒了。你们不要那么辛苦了，你们就找位置坐下来。我们待会吃点东西，我们待会餐点在二楼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坐下来，你马上坐。好，二楼。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你的终身大事，我们一定要来参与。我先跟你讲哦，我不收红包哦。好，我们也没有要包啊。你们有包红包吗？没有包红包不可以进场哦。他甩还是要？哎，你们都要包哦，要包给我们的哦。我没有钱不管是五年前，或者是失去记忆的话，我拢好放袂记咱的感情，吼。嗯，然后再来就是哥哥。你把我的灯关掉。你们不会是来见习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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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事。没有吗？我们两个来见习。我们公正就好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他如果办婚礼，我就跟他分手。爸，我已经大汉，我到这里的话筒啊。不过在那里，我是恁的贵宾，我要直接送给恁，我上大上大就好。就太大，然后先帮他拔一下，我把这三天抢不起嘞。五年前我破坏你跟罗安姐的感情，到今我才知影，原来这五年来你我俩孤单寂寞，你是嘞。对不起，你的问题，咱们做一届，互动信息，完成你，还喊人去杀人，这是应该得到的报应。还不动？我第二个。但是顺序是什么？你是最后一个。现在是我的。最后一个。一二三四，前面我忘了这个。终于等到你们结婚呢。后面还有呢。你以为那么快的？坦白说，真的不想。我相信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啊，因为他所说的嘛，你现在完美的 ending， 那你后面故事怎么铺陈？所以后面有一些
大变动。有吗？我在猜，我在猜，我在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过来。怎么啦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正的新郎在这。手手给我，小手手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很用心。他昨天捶墙捶好几次，这个就昨天都破皮两只。哎呀，这没有什么。心好痛哦。这没有什么啦。信贤是坏人，但哲熙是好人。哎呦，真的太感谢你。那你要做我的新娘吗？那你要亲我一个吗？啊，到了。到了。我刚刚正在准备，他就叫。